很多時候我們都看得到它那個痛點在哪裡。以前可能要幾個月的時間找一些做 App 啊或者做網站的一些供應商啊，再找一些物流公司呢，然後叫兩個不同的供應商去做對接。那以前的時間可能比較長一點，現在呢我們跟他們去銷售這個配套的時候呢，通常就是說你用我們那個網站工具去建立他們的渠道之後呢，已經直接對接了一些物流。那其實呢整個過程呢可能是一個禮拜兩個禮拜，在個市場策略上面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，尤其是疫情他們要很快去轉身。